和平、发展、人权三大支柱相辅相成，不可或缺。我们希望联合国各个机构根据各自的授权，为此加强合作。我们也希望联合国人权机构公正客观地开展工作，秉持非选择性和非政治化的原则，为各方建设性交流和合作搭建有效的平台。